超ピッチャーデイさん Thank you.
是我们的丘比特，感谢各位热烈的掌声。但舞蹈呢，不是只有准备这几段而已。待会呢，我们每个阶段都有每个舞团精彩的舞蹈演出。负责尖叫声是不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现场所有朋友们把握时间机会哦，有丘比特来送幸福给大家哦。今天也是我们幸福会非常重要的一个相亲父老朋友们哦，都陪伴在左右两侧以及舞台前方处来欣赏今天每一段精彩的活动还有节目。希望呢，借用一个活动的表演演出之中，有许多敬爱的朋友还有各位长官贵宾都可以感受到来自舞台上方处所有的规划安排，还有我们节目特别的演出，代表台中幸福会所有的主持人员一起来感谢大家参与，感谢你们莅临今天会场不色的热闹光彩。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丘比特前方处有拍到了吗？左边的朋友有拍到了吗？好，来来，我们左边的朋友需要再拍五分钟是不是？好了，我们把握时间拍照了哦。待会拍完照之后，后方处呢，其实我们丘比特舞团还有非常多段精彩的表演演出，以及 Hot Cute Girls 哦，所以我们各位朋友们敬请期待。好，再次感谢丘比特老师们，谢谢。有没有觉得美女流的汗都是香的？